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玩雪地模式了，那今天咱就来玩玩雪地模式。嘘，有人来了，听脚步声就在附近。来了来了，直接给你两喷子。Nice， 怎么样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看他包里都有啥？原来也是一些垃圾装备。算了算了，还是上楼上碰碰运气吧。队友走的时候也不说一声，害得我只能跑着去找他们。这周围静悄悄的，一个人都没有，估计里面应该是没有被人搜过。我倒是很想进去搜，但是待会儿万一喝毒了，我也没有交通工具，岂不是又要跑很远？不过我怎么感觉后面人跟踪我呢？果然有人跟踪，漂亮！这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还是赶紧找车去找队友吧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让我找到车了。队友，开上车！我去，后面人偷袭，不要动，先把队友拉起来。最终队友还是没挺过去，我只好忍痛去舔队友的包了。既然都已经拿完物资了，那下一步肯定是要去给队友报仇，直接开车冲过去。没想到二号早就把他们清理完毕，就等着我们来舔包。这包舔的也差不多了，咱们该走了。刚进安全区就发现了一个空投，这都已经送上门了，不舔白不舔。来来来，让我看看空投里都有啥好东西。我身上都有了，还是留给队友吧。呀，有枪支，这不是找证的扛着完身。漂亮，还好我枪法准。先来给队友分个烟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觉得咱们还是找个安全点的位置。刚走没一会儿，就听到附近有脚步声，原来这家伙藏在这儿呢，下车揍他去。嘿嘿，直接把他补掉。包里不错嘛，还有 M4。队友，开上车，咱们再去周围转转去。哦，哎呦，又让我发现一个，还趴在石头上面。你以为我没看到呢？先给你放两枪，听听响。脑瓜子现在是不是嗡嗡的？不吭声是吧？那就直接送你回老家。周围还有脚步声，看到他们了，走过去跟他们玩玩。nice， 直接喷倒一个，还剩下两个，这俩人难道都没发现我啊？太过分，居然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再喷倒一个，现在就剩下一个了，过一号跟他玩玩。我去，这都没察觉，糟糕，好像不我队友。哎哎哎，过分的啊！Oh no！ 直接把你撂倒，先去把队友拉起来。现在已经到随台圈了，这么大的圈，他俩还能跑哪儿呢？我去，这家伙竟然躲在厕所里，藏在里面，还以为我没发现。嘿嘿，开车直接把你门堵上，这回你就出不来了吧？队友实在是太狠了，直接放把火把他烧了。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了，让我看看人在哪呢？原来在这儿趴着呢，我就站在你身后，你都看不见。果然电子竞技不小势力。好吧，成功拿下第一。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